星期日4月4日是复活节，缅甸反政府示威者将复活节彩蛋当作最新的抗议工具，在彩蛋上书写抗议信息。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复活节致辞中表达对缅甸年轻人的声援。缅甸军方2月1日发动政变，推翻昂山素基领导的民选政府，并破坏了缅甸向民主过渡的试探性进程。2个多月以来，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。据缅甸独立的非牟利组织政治反援助协会统计，缅甸全国的反政变抗议运动遭遇缅甸安全部队暴力镇压，截至到星期六，至少有557人死于军警镇压。社交媒體上發布的圖片顯示，彩蛋上的抗議信息有昂山素基的照片，表示抗議姿態的三隻手指「我們必須贏」以及讓軍政府領導人尹昂萊落台的信息。仰光的一名抗議者對法新社話，他雖然是佛教徒，但他花了近1个小时的時間去裝飾彩蛋，是為了祈禱緬甸回歸民主。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大教堂发表复活节致辞时，特别提到缅甸年轻人，称他们努力促进民主，以和平的方式让大家听到自己的声音，他们知道仇恨只能够用爱来驱散。